如果你现在玩网络，你应该就知道有一位网红叫做 MC 天佑。如果你不知道 MC 天佑的话，那么你有可能玩了一个假网络。 MC 天佑现在的人气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几乎只要你上过网听过喊麦都应该听过 MC 天佑。 MC 天佑随着人气的上升，自然收入也就上升了。天佑在一次直播中爆料自己之前玩了一个微信，然后自己把密码忘记了，前几天又把这个微信号码找回来了。令他吃惊的是，他把微信零钱看了一下，竟然里面还有11万多。昨天晚上有一个微信，我以前有一个微信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丢了，丢了之后呢，然后我昨天晚上没啥事的时候，我找回来了。我这找回这个微信里面，这里面还有，我看这是怎么看啊？还有个十百千万十万，还有11万多。重新来过，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操他妈，我都不知道啊，我这一找回来当时就这一个消息，大家应该知道他有多富裕了吧。微信零钱11万多自己都想不起来，现在他确实是有钱了。